进去裹了一圈，虽然没有输出，但是非常肉得住，太站得住了。因为他是男人，但是他就是没有输出。好，那有什么用？那就没有用。光肉了也把人拍晕，光肉了也不行，还是要半肉半输出比较好一点。嗯，好，这个带着点燃的小 bug。等一下，蛇女估计要开打了。要从后面绕过来吗？我是闪现，那是可应该是能秒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当时就来了。当时他就被秒了。这个酒桶的大炸的还有点郁闷。哎，漂亮，拿了一个敌杀 Q52的人头。嗯，看他速度比较快，你也追不上吧。这个很难说。我也发现了，但是还是跑不掉，毕竟人多呀。因为他们后面没有人。如果有人的话，我觉得刚才他换那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大龙，没有人响应你的号召。有来了，没有血的那位，以浪出名的那位。好，被看到了。但是酒桶一个人能做点什么呢？应该什么都不能。就一个酒瓶子过来炸一下。直接拿掉，这个就不接。我发现你现在身上好像很多钱啊。对啊，不购物的话不合适吧？1000块钱也不算多少，1000。哦，也买不起什么东西。我觉得不购物不太合适吧，负一的。合适。啊，再推推线，再收收他们的眼。嗯。哎，每次看见这个奶妈，我就有莫名的冲动，就想上去挤她，是吧？是的。挤哪儿啊？挤哪儿啊？你看他，特别不合适吧？合适合适。一个正常的外表下，居然有人，居然有眼，居然来点我，让你想调戏奶妈？这是奶妈先过来坐你两下，求坐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你这个就太绕了，我知道这里有人，你让我先顶第一个嘛，我是肉啊。哇，你敢这么激火蛇女？走、啊，各种亮点。你的本能召唤师。完了完了，被放风筝了。但是你们输出最高的人现在来了。来了。好，非常 nice， 但是他现在被激火了。于是乎，你们马上回头。好，拍死了酒桶。回头拍这个一直在放你风筝的人，他已经不动了，觉得自己也跑不掉。打我。我是肉啊，嗯，主要是你有乌龟。对啊，我有乌龟。有龟的男人都特别给力。这，男人一般都有龟的吧？这，哎哈，对，投降了。你，我，他，好。Freedom is the right of all sentient beings.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，刚才回来之前小白说了一句非常不合适的话，至于说了什么我就不再重复了，这个各位小朋友就当没有听到啊。我这个其实小朋友也不懂吧。唉，这小白作为一个目前为止上帝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帅非常可爱非常这个活泼的正太，今天异常的浪啊。还好，我觉得是不是最近你们战队里边训练的时候，队友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你突然变得如此的开放开朗？我们队友一直都是很开朗的，然后就我比较、一直都大家睡一张床上，其实没什么。对啊，大家都是好基友，平时有什么聊什么。啊，平时这个屁股也不贴着墙走路了。对，大家都是好基友。你我说什么你都在这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吧，你今天赢了啊。嗯，总体来说这个乌迪尔发现他带线也猛 gank 也强，刚才是5杀2死11助攻，然后完了之后你们这边非常浪的卡萨丁，我们认为他死了很多次，其实也就3次，10杀3死6助攻，但是他真的非常浪。嗯，我看见了，刚才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了一个艾瑟的大招，天哪。为了救谁？哦，他不是救，他是想杀他，然后我已经走了，然后他在上呢、然后他自己就飞过去吃了一个大，对，他吃了，非常开心。
然后其他的人就显得比较酱油，我们就不评价了。总体来说，这个乌迪尔还是展现了他流氓的一面，已经超越了德玛西亚的存在了。大家可以回头新创一首歌了，什么德玛西亚弱爆了，兽王才是整个游戏的节奏，兽王才是真的，这帮五战斗力只有五的差。好，行了，我们今天速成宝典这一期兽王也是表现的差不多吧。总体来说，你想展现的也都展现了，你风骚的一面也浪出来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再见。